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那我们进行第九关了。烟梦往事，林小白等人终于解决了宿敌白起。然而，去祭天台的路并非那么简单。一行人不而不分成两队，向着相同目标前行。祭天台前，不知何时，天地间已飘起若干牛好的雨丝，风吹起，远远近近都是轻纱般的薄雾，飘渺凄迷。雨丝浸在脸上、身上，却是冰凉无比。祭天台静静地立在雨中，看上去平和安详，一点都感觉不到危险存在。祭天台前，不知何时天地间已飘然细好牛丝。OK， 好，这边刚刚讲过了。OK， 好安静啊！陈安脸上带着忧郁，好像有些太安静了。还是快上去吧。上去哪里？这里吗？哦，有。偌大的祭天台静悄悄的，只有洁白的石栏静在雨幕中，轻轻的发出铜盆的声音。大台的中央有一个人，谁呀？爷爷，哇，你飞太快了吧？老师睡着了。哦，因为我反应很快啊，就是那个有装备的东西。糟了，爷爷，快醒醒！怎么了，彩兰姑娘？来不及了。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整个祭天台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变黑了吗？地面仿佛一下子变成软，水波般的起伏，而石栏杆梁柱都在弯曲，像一群蛇相互缠绕纠结。然而，所有的光线就被吸进一个大洞，黑色的大洞。然后嘞，渐渐从黑暗中显现出来。怎么回事？石宇前辈不见了。原先施雨站立的地方空无一人。刚才发生什么事？雨停了，枪了到哪里去了？彩兰姑娘，为什么我第一个叫出她的名字？难道她是心仪我最关心的人？她的声音在空寂的殿堂间回荡，但没有人回答。彩兰姑娘，刘先生，突然传来彩兰的声音：“林公子，彩兰姑娘。”林公子，你在一直在找我。陈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其他人跑到哪里去了？这是梦魇障。梦魇障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此刻身在梦中？是的，由于龙之心的侵蚀，夜常常一段时间清醒，一段时候模糊。一旦入睡，就有梦魇障出现。只是以前的范围还没有大到伤害其他人。但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是侵蚀已经非常严重，雨池也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了自己的法力。墨烟障如何可以破除？墨烟障一旦开启，就有两种办法：一种是有人从外面将入睡的人弄醒，不过现在也的法力渐渐范围很大。OK， 然后那么另外一种办法呢，就是在墨烟障里找到产生结界人的本体，从内部解开。那么去找吧。梦魇障因人而异，空间广大与真实世界一样，可能会找很久。但我们就这个条路可走，不是吗？可是，是的，可是我很害怕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我已经找到你了，我们在一起去救你的爷爷。好的，那游幻北嘞？那我去哪里啊？好了，我们先存档。对了，有先生怎么不见了？在墓葬间有许多虚幻的东西，我们只是暂时看不见他而已。OK。好，莫名其妙被闯到地方，因为刚才两边都是桥，断桥，所以我们不能走。
我找不到那个百货商在哪里。看到看到看到这个。看到白痴。
还没有结束啊。存档要读档，感觉都当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人是蓝绿色血队友，打完了吗？听到有人一直在笑而已。哦，这里这边还有一个。好了好了，这真的是场噩梦。嗯，阁下是什么人？林公子，谢谢你。你是？哦，彩虹姑娘，是我。你真的是你？还记得燕燕的故事吗？记得，在吉米崖上巴朗的石像就在旁边，一同看星辰升起。你果然是彩兰，太好了，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谢谢你对我那么相信。那说你人是谁？是我夜里在梦魇帐里面的化身。你的心中，因为我心中一直担心你，所以才会这样，对吧？害羞屁哦！同一个噩梦醒来之后，会有一段时间停留，承认之后被带到另外噩梦中去。同一个噩梦可以困住不止一人，所以我们剩下还有点时间，不管试试看，看一下我是被困到这噩梦中。好，所以就是可能还有其他人。OK， 好。在梦魇中有许多虚幻，你看到也许不是事物的实质，也许是这样吧，是可以走过去的意思吗？哪边的？看什么看？那个是两江五状元，如果是问路了，对不起，你们找错人了。这位大叔，你是迷路了？笑话，那是五状元，然后迷路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看你们两个孤男寡女行路有点不太安全，那绝对保护我们一层。可是大叔，我们不需要保护啊！这么吵，然后我终于做个决定，没人可以改变，就这么说了，跟他走吧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回来了。喂，大叔，你不是要保护我们上路吗？怎么来这里呢？我还需要两个人帮忙才能施展乾坤脱壳之术，逃离尿鬼的地方。多谢两位，要记得回家了，就此告辞。居然在梦魇帐又让我们寻开心。所以他就这样走了、啊。我感觉这里很诡异。林公子，你也感觉到了？太阴教主，什么人敢上闯我太阴庄？大师，我们是无意过路的。过路？我看两位宾格一生，怕也不是普通人吧？这样说来，大师有何高见？高见是没有，只想留为两位在下抓住两天。而是在下和这位小姐还有事要事在身，没办法，我也很忙，只好委屈两位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徒儿替我好生款待两位公子和小姐。干嘛？
想打他好久了，应该先打他才对。哇！我们是被淮阳国内浪柯村的。哦，浪柯村。东北边，哇，太多人吧？那为什么那个人坐一个碗上面？啊，不管，我升级了就是了。OK， 大侠，大侠真的来了！乡亲们，大侠来了！不是什么大侠，我叫林小白。每年规定大侠是年纪大才能做，傻鸡说的对，就接受大侠这个荣誉称号吧。这个我曾听人说，我们黄亮狗其实并不存在于世上，它只存于一个思想之中。如果想离开这里，必须学会乾坤脱壳之法。那个不是武状元的看家本事吗？没错，也就是说，整个黄梁国就武状元能走出去。他在哪里？3年前他离开黄梁国的时候，在黄梁国西北的山上。所以他西北的山上嘛。好，我找到你了，武状元。你们又想干嘛？我们离开黄梁国，请你帮忙。肯定是浪河村傻鸡告诉你的。这就是命运吧，好吧，我帮你们离开这里。六星记得，从现在开始去找一个去前庄主的金令牌，找到西北传送，这样上面就可以离开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巨贤庄金令牌，那巨贤庄主金令牌在哪里？哎，又看到了，莫名其妙找到了。好，快走，快走，冲啊！离开这个鬼地方！我感觉时空要改变了，果然这个时空确实匪夷所思。那现在去哪里？可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啊。桥还是断的啊！哦，我走到另外一个传授点，好像有点记忆，但是好，那我去哪里？哦，一群人，哎，是我。中间则是一个少年，14、15岁的模样，可能一路逃亡，遇到不少污泥，袖口有些破裂。那三人一路先锋重围，两个中尉呢，一刻一钱保，将少年人维护
中央，这两人面目丑陋，神情极其彪悍。他们玩那一仗，虽是下人身份，却气势逼人。官兵共几十个，人数多出四五倍，但这三人却十分忌惮，就不敢靠近。文家兄弟，你们还想逃到哪里去？各个官驿都已经被封住了，你们走不掉了。乖乖把人交出，现在你们两个是出了名的人物，我们自然会放你一马。稍稍年轻的文妻眼中怒火如焚，放你娘的屁！老子在江湖走了那么多年，几时要人放一马？何况你们这种猪狗猪都不如的好猪走狗！文老七，你现在嘴硬什么？活不活过今晚都要看我们脸色，居然还敢骂人！文七爷，你只是宁乌城的下人，他就算平时对你们好些，也不过是在利用你们的身手。其他触犯了国军，一家都倒了，你们做下人又何必跟他们一起遭殃？胡说！宁乌城这个名字在哪里听过？何况文家兄弟过去可响当当的名头，现在却和一个庸医骗子搅在一起，你我都觉得不值。你胡说！你们胡说！我爹是被人陷害的，他不是骗子。那么我们国军被毒死总是真的吧？公子资格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公子资格一定也是被人蒙蔽了。公子神力般的人物怎么会搞错？一直不开口的兄长吴六突然说话了：“小心，不用那么啰嗦，杀出去！”是大哥。哇，好猛啊！攻那个小孩。顺着手臂跌到地面上，卑鄙的家伙，要不要帮他们？当然要啊！当然，见吴六胸口按了一把，按了一个，他身体一个摇晃，吴六快不行了，弟兄加把劲，杀他们！我来挡住他们，你们护着哨所冲出去。大哥，要冲就一起冲。我家什么时候有这种不成器的人？你还不给我滚！滚！那自爆是不是？哇塞！我们放你一起逃出去，那我哪里逃？不知道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哼哼哼，林小白，林小白等级还比我高哎，怎么回事？
Thank you.